没问题。你看要不要会被吊销驾照，好不好？吊销违纪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会去检举而已啊，我会去检举而已，我是告诉你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开车驾驶后呀，你不要只是他妈在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不要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我跟你讲，互相啊，我没有故意要扒你，对啊，我真的没有故意扒你，好不好？我下次注意，这样行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两张，对。两张。